不是打了吗？没有啊。Shit。你的名字用什么？就改日期而已啊。ITG。你要说你要玩什么？初一。简单推啊。对啊。那你上面呢？已经打了。没差命。哦，好听的。可以丢那个群组。要丢吗？全部不要啦。大家都想要。有一个还蛮好玩的。嗯，不是超级厉害的。确定。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。那你丢啊！丢啊！
好重哦！怎么了？靠，你跟我差不多。哪里差不多？下面那个被擦多了。不像，是比较生动的。生动有趣，是不是？这个也 OK。知道他是在卖果汁，是啊，蔬菜汁。穿搭变协调了，不是啊，因为你不敢踏得太死，而且这里有点滑。我喜欢穿我的小笨鞋。那之后滴滴啊开爆，我们就要爆肝了吗？不会啊。不会吗？你可以跳 basic。啊？你可以跳 basic。在这里哦。滴滴啊。滴滴啊。他是 real 啊 real 啊，不务正业。有一首歌还蛮好玩的，它是 crossover， 我听下来觉得还蛮好玩的。但是你一定要转身，你不转身你会转死，就像 air hero 的简单版。初音就消失了。嗯，还没有玩
个，我蛮喜欢的。十等的你可以吗？还好欸，我就开冷气之后。你开冷气还不会滑？这还蛮好玩的。啊？这还蛮好玩的，这个。你要开始往 difficult 发展。这没有啊。
关系，外面的更长。你从前面慢慢开始玩到后面，你干嘛要一直从后面？因为我先找我弟弟啊常听到的歌啊，或是麦麦常听到。常听到不一定会在后面。有。因为弟弟啊有名，初音就出奇有名的。还有一个我在麦麦常听，好像是麦麦听到的呢。这个我常听到这首，这是麦麦的吗？不知道，是我上次在跳吧，我蛮喜欢的。我不知道哎、欸。那是你的杀手，你跳。是啊。你跳到九七、九六，目标九五、九六。那是叫什么？幻想。啊，它是十等而已，它。你这次会分出多少分数？喜欢音效吗？一首歌的炸弹有好听。看看
那个 ITG 的那个叫什么 ignition I 开始。哎，我现在是胖胖的。你还背死？断掉，因为还有动画，啊，有动画会有可能会断掉。哦，很难把动画拿走吗？我一开始就要拿掉。你选吧。感觉不错啊。终于有一只有我相信的了。然后等一下就开始解决这个问题。其实感觉蛮舒服的，怎么样？
这样子你会跳吗？还不错啊。还不错，因为有跟音乐。大概长得差不多吧。哎，不一样的歌，这是 remix。首歌我今天跳一半，然后你就打电话来，我找不到他了呢。谁做的、啊？他当然不会到 ITG 那种串的、啊，就是多几比 DDR 多几下就行、是。是吗？哪有？技术不难，你忘了
一定要初音跑步的那个时期，多让他有些发展，这样就有，像那样子就有。哎，我跳一半那个在哪里啊？靠，有一个还不错。我有跳十二，真的太老了。哎，这个我是九。对吗？休息很多。十七。要休息很多。好累哦，怎么办？我变老了。不是他。不是，有一个。有一个。他是 N 开头的，看一下。我蛮喜欢刚刚那个系列。我有原版的，知道吗？啊，我有原版的。有在哪里？我找一下。它也是叫这个名字吗？我不确定。你找名字。在那个 Pure Technique 那边。所以我之前常常跳，它是副词位置，还蛮难的。我之前常跳。我想说我在哪里听过？好像不是这个版本，我跳的是十三。我跳的是十三，不是。我忘了是在哪里，真糟糕。这个啊。它不是全部都是副词位置，奇
奇怪，我之前是在哪里玩的？他不是同名字吗？你要跳绳？这个、哦。好啊。不要这个。应该是 technical 部分。就刚刚那个啊，不是那个，可是我记得我不是跳那个，他还有别的吗？炸弹的那个，对，才是 full switch， 它是单点。
累哦。干你跳吧。啊。我累了。我变胖仔了。虽然我瘦了，但是我还是胖仔。Thank you.
我开始抓得到了，那就表示我弟弟牙要烂了。你看那一首叫什么？哪一首？那一首十五的《黄金联盟》，一开始我不会。后来也会，刚开始也会。哦 ，Give me。他就是 Give me 啦，只是他很慢。我爸会不会做那样？我被秒的那个。就是 Give me 那个拍子。
标准的 DDR17。你可以玩这个，不难。看最后一段怎么样？200的一支五线，你觉得呢？
靠背一直开会，一直开会。妈的！学生资料都还在那边，在那边等他们弄。只有1300 combo 而已，17个。还全部集中两分钟。可以跳这个连锁的。
刚刚中间有一层，有吗？我不知道，三十几。越激发越香，听起来就很激发。有闻到香味吗？有。
以前是不是有这首？有。是。我还有印象，还不简单。有，但是没有人理他。我完全想不起来，我记得好像有一首。太惨了吧。比较好嘞，今天都测得到。
是不是东京十种啊？这个、哦，不是，他只是戴眼罩的初音人。哎、欸，好像是，好像是哎。这是最原始的东西。哎、欸，小丹，你们先把这个歌了。他就剩一点点啦、啊。而且他接下来还要存储。优雅的。喂，有280的。嗯。好啦，没事。4:30哦。上次好像有玩，我好像玩了。这一串跳吧应该就结束，两串十八拍。这个、啊，知道了。
这里有声，这音效音效有效。
是我的错觉，还是你一开门有烟味？有吗？是不是很重？是我闻错了，还是有烟味？是不是很重？门要锁。锁。五点半前的，是五点半吗？搞不好六点半。他一直说他爸要在家工作。啊？他爸在家工作。好像在家。他还送来干嘛？你懂。
可是为什么刚刚找不到这个？它也是 O 开头啊！哦，它少一个 O， 它是 O O E G， 然后它是 O E G， 它少打一个 O。我记得我以前跳的是这个，它不是。它今天有火锅肉，等下再去取。Thank you.
跳船啊。
快要走了。跟你说，以前你在上面应该说会，可是现在不一样，就看它变动力还是什么样。
超多的，我跳86%，耶！十二层啊，好冷哦，你不觉得吗？
Oh,
没有什么怪的。